是我甲林真理。王世坚跑脱致辞，话中有话，拿到立委这一局，抢先要推绿白合。我心里面当然这样盼望，进一步来支持我。我这些还必须遵守政党的分际。眼看王世坚要抢民众党支持，让对手游淑慧很不是滋味。毕竟家中大人们不同意。国民党只要争取自己的票的话。那这个部分我绝对尊重党中央的游戏规则，只是说怎么样避免同台这件事，我觉得有一点困难啊。蓝营母鸡不够力，小鸡们想邀柯文哲站台被警告，但如果不小心巧遇呢？不要把自己的束手束脚，而是要立一个规范，让大家能够尽可能的去争取到选票。就是怕侯友宜选情溃堤，国民党你祭出党纪，禁止跟柯文哲同台，还加码要求小鸡合挂和母鸡合照。党特别去讲说，哦，每个小鸡一定要跟母鸡怎样的时候，这个行诉给外界的感觉会觉得说，他是不是你母鸡不够力？小鸡拼选票极大化，但母鸡效应还欠东风。挺郭派立委喊设数趴防专条款，紧急应变。总要一个时间点，不能说永远一直在处于低档嘛，不是说我们自己，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。不要涨。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。明明总教练朱立伦自己先喊出在野大联盟，却不准小鸡实践。如今侯友宜从最强母鸡变弱鸡，党中央先端党纪出手相救。只不过小鸡能否挺进心坎里，基层弥漫的焦虑，恐怕攸关战线能够撑多久。三立新闻郭思文、马玉文台报道。